人不可因一时的口欲，让有情众生沦为刀下亡魂，骨肉分离，进而要学习戒杀放生，爱护动物。接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。三，内归一，一。问，何者是内归一的对象？由何种人来归一？用何种方式或方法来归一？以何种不共心态及时间持续多久？需要何种不共机缘？目的与功德为何？一，关于内皈依的对象，你必须皈依上师、本尊、空行。二，受皈依者必须是那些已进入密咒称的人。三，方式或方法是以虔诚心和恭敬的身与意来皈依。四，关于皈依的不共心态，你必须视上师为佛，即使牺牲生命也不能舍弃本尊，以及不断地向空行母献供。五，关于皈依的持续时间，必须是从灌顶仪式中发菩提心的时刻起，直到证得金刚持果位为止。六，关于机缘，你必须对密咒称有虔诚心。七，至于皈依的目的或功德，它能让你成为密咒称的具根法器，且能得到不共的加持。问，内皈依需要修持哪些修学？一，上师大道有八种修学，首先有三种不共的修学。一，皈依上师，就不能对他产生恶念，甚至起了揶揄他的念头。二，皈依本尊，就不能中断对本尊的观想与持咒。三，皈依空行，就不能忘了在固定日子的献供。二，有五种共的修学。
一，任何你所引识的第一部分，皆加持为甘露，观想上师，在你的顶上而供养甘露。观想本尊，在你的心间，空行在你的其间而供养甘露，你应如是修学饮用食物的方法。二，不管你往哪个方向行去，向上师、本尊和空行祈请。观想上师在你的顶轮上，观想自身是本尊，并观想空行与护法是你的眷宠，这是行走的修学。三，即便付出生命或四肢的代价，也应认定上师轻如心脏，本尊轻如眼睛，而空行轻如身体般地修学。四，不管怎样，像是生病、困顿、安逸、喜悦或忧伤，你都应如是修学。向上师祈请，向本尊献供，为空行修会供和供食子。除此之外，不应寻求其他管道，例如算命和请巫师做法等。五，意念上师、本尊、空行的功德，你应一再地皈依，皈依上师会清除障碍。皈依本尊会证得身的大手印，皈依空行会获得成就。三，内皈依。二，问，内皈依具有什么样的功德？一，皈依上师，你能免于概念之心的羁绊，无明与愚痴的障碍得以尽除，观与本觉的资粮得以圆满，会得到任运的成就。二，皈依本尊，你能免于凡夫的认知，能聚集俱生智的资粮，能证得大手印的成就。三，皈依空行，你能免于障碍和邪魔的侵扰，恶鬼道匮乏的障碍得以尽除，出离和无执的资粮得以圆满，能证得大乐的报身佛成就。问，内皈依的实修为何？一，你要先发愿证得无上正觉，然后观想上师、本尊与空行坐在面前虚空中的日月莲座上，念诵三遍。传承根本上师尊，成就本源及本尊，赐予加持空行母，前进顶礼三根本。二，接着心不散乱地专注在上师、本尊与空行上，重复念诵
皈依上师、本尊、空性。三，之后如下祈请：一切上师、本尊与空行，其次汝之身与意加持，恳请其赐予无各灌顶，其赐供与不供诸成就，其请慈悲加倍如前子。之后，上师融入己之顶门，本尊融入心轮，空行则融入其轮。错家佛母问上师：何者是内皈依的方法？一，首先，受皈依的仪轨如下。重要的是先接受灌顶，受灌顶即是受皈依。如果你未接受灌顶而受皈依，就要先大礼拜，绕行上师，献花后如是念诵。上师，恳请垂听吾祈请，本尊坛城诸尊，空行即神众，恳请垂听吾祈请，自此执政殊胜大手印持名果位，我某某某皈依传承之根本，一切圣妙诸上师，皈依成就之本源，一切本尊诸圣众，皈依加持之所赐，一切空行母圣众。重复三遍后，即得到了皈依戒，这是受皈依戒的仪轨，这是内皈依。四，密皈依。一，问：关于密皈依的对象为何？由何种人来皈依？用何种方式或方法皈依？需要何种不共心态皈依？皈依的时间多久？以何种机缘皈依？有何目的或功德？一，谈到密皈依的对象，你应皈依见、修、行。二，行这种皈依的人，必须是渴求成佛的最低根器者。三，至于方式或方法，你借由见、修、行的法门而皈依，也就是说，你以具信心的见、具禅境的修、具一味的行来皈依。四，至于不共心态，见要离于攀缘，也就是不求佛果，亦不弃轮回。修要离于执时，并不落任何缘权；行要离于取，舍并不落任何范畴。五，皈依的时间是直到证悟成佛为止。六，机缘是不求有来生而皈依。七，目的和功德
是在此生即证得圆满正觉。问：密皈依需要修持何种修学？莲师答道：首先有三种不共的修学。一，谈到了悟的见，你必须修学对佛果不往他处觅的信心，因为一切众生和诸佛皆具有相同的佛性。你必须修学显空不二的信心，了悟现象和心没有分别。二，谈到修学具禅境的修，不要将心往外求，也不要把心往内缩，而是修学心自然坦住自在，离于一切的缠绕。三，至于行，修学不间断的禅境，虽然在行、住、坐、卧的任何时刻，并没有所谓可修的东西存在，但仍需修学无任何须臾的散乱。四，密皈依。二，以下是七种共的修学：一，不舍弃你的上师，即便你已了悟自心为佛；二，不中断功德的因缘，即便你已了悟万法为心；三，摒除最维系的恶行，即便你已无惧地狱；四，不诋毁任何法教，即便你已不投入任何成佛之愿；五，不要自满或自夸，即便你已证得殊胜三摩地。六，不要停止对众生的悲心，即便你已了知自他无别。七，在闭关之地修行来锻炼，即便你已了悟轮涅无别。问：密皈依他如何庇佑与具有何种功德？莲师答道：一，既已皈依见，你能免于常见与断见，邪见和拘泥的障碍已尽除，法界光明的资粮已圆满，并已证得三业的无结成就。二，既已皈依修，见亦会护持修，生殖与习气的障碍已尽除，无别不二的资粮已圆满，并已证得信心与本然解脱的成就。三，既已皈依行，已免于邪行和断见，虚伪与愚痴的障碍已尽除，喧嚣中的无执资粮已圆满，并以正德转禅境为正悟的成就。
认识中华国际失实协会。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，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，为此慈悲置业成立中华国际失实协会，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施之慈悲法门，体认世尊施设此法之慈悲本怀。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，布施者亦得福，实为名扬两利之善行。修施食与烟供法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，不仅布施六道众生，可以增长布施者福禄寿财，生生世世福寿长，善根具足。也因为布施鬼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，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，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。国际万场烟供自2014年4月1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中午止，海内外共30万3025场。布施蚂蚁小鱼自2015年5月2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止，海内外共12311次。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八关斋戒暨大悲忏法会，恭请广护法师主法，日期1月22日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云林观音讲堂，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-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，电话05-633-1565 05-633-1565。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。当日上午8点半，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。高雄生命书坊举办念佛共修暨佛学讲座，恭请湛江法师、湛同法师领众，日期1月27日星期四下午2点，地点高雄生命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，洽询电话07-221-232307-221-2323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，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，现场备有消灾超荐牌位，欢迎填写。See
护生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